我当编排，当那个那角色当编排。那行，你咋不当？我当。每个队要出一个帮编排，你少一个裁判。输的也是3-5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他们也会输，对吧？很正常。三个都是土耳其，这土耳其的还是？土耳其的怎么入手啊？我印象中土耳其应该很强。啊，这边是有。这倒也是，西班牙显然应该比土耳其强。我操，这太假了！那这个3-1假的。买球，哈哈，咱们也有啊。因为他们荷兰就是安利就是荷兰就是来自我们这边，他们总人口就10几万吧，但是来荷兰很多人都来。阿鲁巴有5-9，还有两个岛比阿鲁巴小一点，然后大概20万吧。真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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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也不知道。